게다500엔아다마고다마고도에응左の方まっすぐすごい안내와제全部20엔20엔80엔아不是大家都会成绿左の我被用代金配在因为呢我现在居在高雄然后呢我发现南部讲台语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讲台语的话可以变成在地人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话我要挑战台语然后我觉得我有自信因为呢我觉得台语跟绿人是很像我知道我的中文有口音但是呢很多人对我说我的台语比较好所以呢我一直都很期待然后呢今天我来到岩间区的道舞台市场所以呢今天的计划就是用台语比赛做日本料理 Let's go 你好我的爱在党听不懂再一次日本人啊我是日本人哦你好你好你父阿伯安在党安在党我的自己自己哦自己 OK 吗我的你好好了我的台语 OK 吗台 OK 了台 OK 啊安内瓦泽全部20元20元80元哇感谢那个给多谢跟人家讲台语结果人家跟你讲对他的日本比较好怎么办我知道几个台语是我可离婚了安内姆桑很标准啊标准吗还有呢我要买香菇还有洋葱你好你好你好我要买白鸡这两袋子好干湿得多谢多谢来有擦鼻鼠吗擦鼻鼠你被擦鼻鼠几了是啊我赠送哦还送你葱呢哇多谢拜拜哇我超喜欢来市场呢因为市场的话可以感觉到人情味啊还有很热闹的感觉你好我要买我想做马铃薯炖肉色有点肥的要不要皮不用那就三层肉把皮去掉就好我的台语 OK 吗 OK 我的台语也塞吗我的台语塞会吗我的台语塞会吗还要再学多谢多谢那然后还有鸡蛋跟鸡肉你好自己给贵对对爱我的大哥大哥哦在里面很小看这样子的画面感谢感谢拜拜哎怎么办但是没有找到鸡蛋呢那问一下你这位有没给人啊给到位你这位有没给到位你这位有没给人你这位有没给人啊你好你这位有没给人啊听得懂这个熊是熊头线是放红的给到五百五百斤啊你是哪里我是日本人哦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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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子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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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你好你好我大家都会讲日文了我是日本人啊感谢感谢不知道大家都会讲日文的高雄人会
整体面的人比较多的感觉。哇，这里是鸡蛋店。第一盒，我要鸡蛋。糯米菜，感谢，谢谢，感谢，多谢。都买好了，大家觉得我的待遇 OK 吗？我跟你讲，有没有进步？那回家吧。哎呦，晶莹剔透。哇哇哇哇，すごい！这真的不会粘。好厉害！那赶快做擦完针，然后呢，搞浆，快起来做护扎呢。大家听得懂吗？如果用滤网的话比较好，但是呢家里没有，所以直接倒香菇。哎，那一样的话，你在哪里学台语？台湾人在哪里学台语？好像生下来就会，听着听着就会了啊。没有，我们国小要上台语课啊。そうなんだ。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是我们的话一个礼拜大概一堂两堂有台语课。像台语有这个课真的很酷耶，因为日本应该就没有什么方言的课吧？没有。什么大阪弁哦，就没有没有。外国人可以上课吗？可以上台语课吗？当然可以啊。我真的想要上台语课呢。如果你上台语课，你就真的可以唱茄子蛋的歌了。叽叽叽叽的调，叽叽咕叽咕叽咕的哒，爱爱的流浪，冲康。你别急着冲康。我好像在做蛋糕一样。刚刚好，然后呢，锅底加一杯水，包一下，休息一下。哎，有 feel 呢，真的很香。没想到怎么那么简单的。好，完成了。いただきます。すごい、すごい、ちゃんと固まってる。哦，这个很成功哎。見てプルプル、いただきます。プ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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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レベル高すぎ、太高級的味道。在日本那个高级餐厅吃的味道。待って、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吗？我不相信呢。很入味，能吃到香菇的那个香味以外，还有那个鸡肉的甘甜味。哎，这一个青蛙木樨很奢侈哎，而且你的肉都弄得很大块。嗯，但是我有点担心，因为太简单了，有点不好意思。那马铃薯炖饭。なんで？すごい。听说日本的话，广东的话用猪肉，然后广西的话用牛肉，而且米饭也真的是粒粒分明，印度也刚刚好，而且可以感觉到米的甜味，太好吃了。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